好啦，这个兰陵王饰演皇帝的翟天临呢，他在14号在台湾跟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了。老师王劲松两个人刚好都在台湾，就在这边叙旧了。他在戏里头是万人之上，不过在戏外头呢，在老师面前他完全不敢造次哦。结果他就当场被吐槽说他念书的时候是问题学生，把老师惹火了，老师还骂他没有演员道德。而刚刚大家也看到了魏千祥还有毛玲玲啊，其实他们原本两个人约好要去逛故宫啊，结果最后两个人都睡过头。但不管如何，在台湾还是相当的开心。